这等于是一个使命感啦。种一张树啊，我有配一首诗吼。种一张树啊，在咱的土地，大曝日，树叶杂日。种一张树啊，在咱的心肝底，树啊若薄硬，咱暗慢慢欢喜；树啊若破病，咱心头稀微。种一张树啊，用笔种，用手种，用心种。我是杨思棒医师，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人讲360行，行行出状元。你要做每一行的专业呢，那不是你社会历练爱有够多，就是爱多读书哈。啊，有的人真够读册哈，是愈读愈高；啊，不想读册是愈读愈差。好，咱今天你来的这个特别来宾呢，他非常的厉害哈，看册看个医生不爱做。这是对还不对哈？不要紧，咱再来好好请教伊。我前一本书叫《人生露营》，那第二本书是《要有一个人》，这两本书总共介绍其实超过快要200本书啦，所以我的主题紧扣着阅读这两个字哦。我的书居然跟某个放在一起，我就读得了，这是台南的正大书城，书店的老板都知道我很崇拜某个。某个讲过的话，我最喜欢的那句叫做“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开始投入演讲，要感谢一当加医科医师，上班7天内就有来自监狱的邀约演讲。那时候是讲类似说戒烟呐，或者说防治高血压等等。那包括一些学校或者是一些安养之家哈，他们也都有开这种演讲需求。其实胆识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练起来的。这个是沈君山董事长颁发给我的奖状，我是第三届。全台湾大专可乐化辩论赛个人表现最佳辩师第一名。有一些人会误解写心得的意思，他以为写心得是要捧讲者，绝对不是这样。写心得是把你自己的观察跟你过去的体悟，或是你自己阅读过的读物做整合，这是对你自己的提升。那一个活动，我开玩笑说，如果有3篇哦观点读到的心得有所记录，这个活动永远不死。可是一个活动如果都没有一个人写心得啊，这个活动宛如没有办过。未来我个人认为吼，我还是需要再多读很多书啦。其实我们在帮别人写推荐序啊，最好是80%我们有把握啊，那个20%内容对我们是新奇的，我们可以写一篇就是对方也满意，我们也有所成长的心得。那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读书又读人。那我觉得我这种累积在变更多之后啊，我的下一步才会更精彩，所以我还是需要大量的学习。欢迎畅销作家杨思棒，欢迎。多谢主持人，观众来宾大家平安，大家好。我先请教一下杨，你要叫你杨医师还是啊？杨医师作家？拢会使啦，因为医生排啊5号。啊，够5号了哈，在有效期间内。哦，好，安尼，杨医师，你今仔来阮这部一定爱画一幅图啦哈。你做医生的拢拿手术刀，你也会晓拿这种画笔啦。无啦，医生个人外科爱拿手术刀啦。啊，你唔是外科就对啦。我唔是外科，无你多一科。我是家庭医学科啦。哦，家庭医学科。啊，你拿内科，我那免拿刀啦。哦，安尼啊，不好意思，读我册读无到遐啦。你客气。刚才你给我解说哦，啊，这幅图你是要表现你即卖心情吗？这嘛是我的理念啦。嗯。因为咱若行伫算讲较早有一寡前辈，有一寡代志行伫头前吼，等于就是伫替咱算义种啦，也即个种子嘛吼。啊，即个咱是享受即个树荫的乘凉嘛吼。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是，所以咱赶快来做。类似的代志，阿爸的人才会当享受啦。是，你做有意义的代志，但是，
你应该和厝内边的人足俩讲的吧？没足欢喜的。拜托你做医生呢？医生不爱做，去做作家。嘿，医生是大家足心酸的一个行业，大家那么要嫁嘛，要嫁医生做先生。嘿，较早啦，嘿三四十年前啦。我起码时代转变。时代变了啦，迄阵啊，你若讲是算讲哦，你厝内男丁啦吼，或者大汉哦，有一个愿望啦，吼，做医生娶水某赚大钱啦。哦，高的字嘛，吼，是，迄是三四十年前，甚至四五十年前的观念啦。哦，哎，即卖医生是真艰苦啦。哦，那有艰苦。即卖你若值班的吼，做个半小时的吼，迄薪水是对不起医生，咱讲真。以前的医生会使收红包，即卖袂使，是不是安尼？以前是安尼啦，吼。以前你若讲感冒流行期吼，咱讲的以前时间来抓一下，可比讲四十年前讲会通过。感冒流行期吼，一个院长呐，趁两间老厝是合理的啦。迄种厝俗嘛，迄种无健保嘛。啊，是那感冒流行，因为趁两间老。感冒流行期，你若讲是看小儿科来讲，一个患者就委屈嘛，患者就多嘛，数量多，医生少啊。哦，哎，准个无健保，个无健保，大项条件拢够济啊嘛。是是。啊，即摆个少子化，厝个贵，啊，个有健保，啊，所以你呐，小儿科是做工程嘞。所以你即摆是专行正确的对啦。我唔敢安尼讲啦，因为我同学用你岗位上啊。你这本册是头一本。我头一本。即摆吼，曾经我嘛家己捌出册啦吼，啊，但是我是足侪年前出的啊吼，啊，我嘛唔知影我是几刷啦吼，但是绝对刷袂过伊啦。即摆经过杨医师证实的是讲，即摆册那么一刷都无可能啊。你即摆是几刷？阿未上市就三刷，吼，伊个亲身甲你证明讲。伊无去关锁，啊，无去夜倒啊压迫，吼，自然人就来捧场。但是尾啊，要到十二刷，这本是到要三十刷啦。哈？所以你这是无更新的就对了。书封是旧的啦，我书封啊做一摆尔，无过做更新版的书封。你这内底是写啥？写黄金吓？啊，人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你这是写黄金吓？这内底有教人赚钱，这内底有讲股票，人生录影。对。那一看这个册名嘛，干嘛讲你是心灵成长的册？无，这钱最重要，因为吼、喔、钱拿有都唔惊世事啦。哦，所以你是英文去赚钱的對，对啊，报大家去赚钱。哦，三十刷，这个是不是有破纪录啊？台湾的、不敢当啦。其实迄像一本好多原子习惯吼，伊差不多要三百刷啦，因为我是港姐出版社啦。嘛是咱台湾人？迄是外国人啊，外国人。台湾版的是跟我港出版社出版的。嗯，啊，三百刷，咱台湾有超过三十个。较早较有啦，啊，最近较少啦。最近就是我的名最后一句叫做蓝，哈、哦，所以表示你足厉害。无啦无啦，拢靠大家收听啦。你是自细汉厝内边都好，你即个读书的环境嘛？应该讲厝内是带我去食丰源去食牛肉面吼。嗯、还有一间册店，食饭饱，算阮母啊，就讲带大家去踅册店，干那一个简单的仪式安尼吼，啊买几本啊册，袂甲你动啦。啊，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袂甲你动嘿。啊，甲你讲啊，你有看了无安尼？你若有看了吼，会晓伫亲戚朋友面前配两句啊，就感觉有看了嘛吼。啊，你就够买机会。那你是出生在书香世家吗？书香世家。啊，不，你妈妈那有这个读册的观念。伊家己吼，伊有伊的心魔啦，伊感觉伊读。心魔。嘿，伊的心魔就是讲伊的算这个同侪啊吼，学历比伊较悬啦。哦。啊，所以伊是足希望讲伊的囝啦，读册平人囝读较济，伊较有面子啦。这个真侪人就是讲，伊家己有想要做明星，家己做袂到，叫后生查某囝哦，祖先就叫跳芭蕾舞啦，民族舞蹈安尼，都这个意思啦。哦，讲白是安尼。哦啊，所以恁兜的囡仔就是祖先，就是希望恁老爸老母拢望子成龙，希望讲恁伫个册内底哦，读了后摆会当有成就。结果恁嘛真正有成就啊，做医生啊。这其实这要分作两一条线，又可以来看哦。一种是叫做应付考试的册啦，啊，一种是真正就是杂行啊册吼，你家己有兴趣落去看。啊，我认为我较偏这种。你是看到多一本册，吼，你有感觉讲你对册看册有兴趣？应该是讲无同
种类的册吼，拢引起我无同的兴趣啦。像我差不多读小学中年级的时阵，我都看刘墉啦，吼、哦、啊，变作讲我到国中的时阵，刘墉对我来讲相对都较无聊，哦、我都爱找搁较刺激的来看。哦、我差不多小学五年级吼。嗯看一挂一个叫做沈云生的人吼，一般真侪属于较成年的笑话啦，无、一定是黄色，有当然是政治禁忌啥吼。啊，我小学五年级看伊的册都是有滋有味啦，比看课本的国语课本加足趣味的嘛。就是看过一挂挑战禁忌啥吼，你就感觉讲啊，你有成长，你知影大人你变啥样，好啊，你知影有的大人是囡仔型。你变成说你也比大人更了解大人哦，就是去体会到那个时候对车里面体会到大家人的心情，对、哦、我就知道说、你这个大人是真心对我好、你这个要给他创治，我知道你要给他创治，我还加不爱说出来、我让你不知道，我知道你在给他创治，哎呦，这样我比较安全了，是啊，较袂被人所害。所以你唔是去找找，你是自然去行，去爱看册。对，安尼应该是爱中文系吧？对，这个问题是安尼啦，就是讲读中文系吼，咱甲写册甲中文系，中文系个画一条线，个画一条线，拢伫画线。画线，嘿，好好好。那写一本畅销书吼，唔免一定爱中文系毕业。是啦，我是成立嘛吼，对对对。啊，这个你若读中文系的人，一定嘛有一挂优势，成为畅销书作家。像我的朋友内底吼，廖玉慧教授，伊都是中文系正中文系毕业，啊，写册阁足畅销的，阁写足侪册，啊，平平中文系的人吼，那较少年呢，像一个高思佳老师吼，伊嘛是著作等身，伊的册是等于讲会当买老阿厝的。版税当买老阿厝的等级呀、但是其他足侪中文系的人，伊写的册无人要买，像生硬，我唔敢讲像什么人啊。好，我知道，我知道，我冇被逼你。啊，伊变作对，你今天讲是无唔对，伊就是没有转译成功啦。伊有学问无？一定真有学问啊！尤其个早期，迄阵啊，大专人口录取率无悬的时阵、你有在了读中文的，佮读前几名毕业。你写册一定是有学问的，但是你可能无帮助到大多数人，对，所以人认为无买价值，搁等你上。上过头教条式，是，所以就袂入人的心。是，我是较小，本来议题都较小众，是较吃亏啦。是，啊，伊若挑战大众议题，没有打入人心，共鸣度就无管啦。你看，正好讲。做医生就无菜啊！你做医生，干那讲啊，你等于就加啉一挂水啦吼，啊，就食一点啊，什么止痛药啊啦，你拢无效，无兴趣。做作家就对啊，咱小休困者，小等下吼，嘛阿哥有真厉害的人哦，但是应该无三十刷啦哈。那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因为我记忆比较好啦，所以我替伊补一段。其实伊册出了啊吼，台北市立图书馆邀请伊去教。四百的报名的听众，一共丢丢丢，哎，咱是不是需要做朋友？我你我嘛是出健忘的，麻烦你跟我做朋友，我那边记的时候，麻烦你补充一下，好不好？好。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拄只顶一段呢，跟这个杨医师作家。聊得很开心。我一直感觉讲吼，写册的人一定足死脑筋的，即马观念卖改，对吧？而且写册个会当交到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欢迎国际非营利组织慈善顾问张静仁。你好，安姐好，大家好。临床心理师洪培云，小兰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三位都是好朋友，听说透过脸书认识的。哎，对，是不是？难怪在人生录影来对哈，有五个推荐序作者，其中两个都是因两个。所以我基本上对你哪哪先头前录音两个下一文章。是是是，哎，听讲你以前拢帮人写推荐序，我写百外个，写推荐序搞朋友。哎，你就爱看册，就爱。
就爱写字啊，就爱或者甲册有关系，你拢足介意的对了。我爱甲好册、甲好卡交配啦。哦，啊，所以这边啊，这两位拢好卡。足好卡的好卡。啊，来，我请教你，你是安那认为进人是好卡？这嘛是问我，不是问你哈。先问你啊，我再叫伊问讲你的歹话。哦，因为我感觉讲有个人是看人的册已经足畅销啊，吼，啊，才走过来讲啊，这本好看。哎，这种我就感觉。蛮好怕，对，嗯，所以伊的车，进人的车，第一刷的时阵啊，我就买来看，哎，啊，伊说我无熟悉伊嘛，我就无伊的脸书，啊，我看一个共同朋友伫写讲，伊嘛买伊的车伫看，嗯，我看第一刷的吼，我讲好看，我就是家己的信用落落啊，我就留言讲，这本册是足好看，写个足好诶，嗯，我是要写给迄个人看，我也唔知伊会走出来，嗯，啊，伊就走出来，伊讲，不管你这句是真心还是假意，我已经给你复制截图啊。哦，那时候你就认识杨医师了吗？脸书上面听过他的大名，听过，对对，听过。哦，这么臭屁的人，你跟他讲，哎、欸、哎、欸，这本三十刷，你跟他讲，这本一月一号出的，阿伯一个月的七刷，没了四刷了，你给我给三刷，哦四刷有啦，到我们播出的时候就七刷了，所以你就听过他的大名，对，所以你才会留说是真心还是假意。截图，我要更新一下，我要更正一下，因为他比我大声写册，他出册时我这两本都还没出来，你还在写推荐序，我没名小卒了，我也没谱起来，所以你买他的书来看是知道他是谁的，诶嘛，留我单开始知啊，算伊的顶一本啦。好，啊，我今嘛等这部书，等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问一下，你写迄句是真的啊假？都一句，就是写讲，足好看，足好看，这绝对是真的，因为我足少做这种代志的，我足少安尼。啊，你写推荐序一定爱讲俄罗的啊，无你写推荐序跟我写讲，诶，这本恁参考看嘛。无，这个一条线，个一条线来啊！我若讲写推荐序吼，算人初稿我先给我。是啊，啊我爱看半个月，哎，搁写半个月。啊，我若家己无满意，我就讲退啦，讲阮老母巴肚疼，去告阮老母。我就无交出去啊吼。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是啊是啊。我迄阵青粉人嘛，我买来看，家己看了讲，这本册是，看起来是真奇怪的册啦。但是呢，大家读落了会受到足侪好的影响，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怎去讲留言讲这本册好看啊？这种代志我足少做的，这奇怪的，而且你想啊，这款世人都有好奇啊。对，哦，那竟然你他写这句话，你回他，所以因此这样子就保持联系了。嗯，对对，就变成朋友了。在脸书上面的朋友了，然后后来见面好像很久很久以后，因为我记忆力比伊较好啦，我替伊补这段。其实伊册出了啊，吼，台北市立图书馆邀请伊去教400的报名的听众演讲。伊讲对，哎，咱是毋是需要做朋友？我讲我嘛是出健忘诶，麻烦你跟我做朋友。我若未记诶时，麻烦你补充一下，好不好？好喏，好。我都加补啦。因为我若看伊好卡吼，才敢加甲伊讲两句啦。啊，无人就是讲，啊，你甲我讲啊，这你是毋是想有进一步的企图？我嘛足麻烦诶。是。啊，我就甲伊讲，我甲你讲，迄个场地吼足歹舞诶。因为这大场诶400个听众吼，你要甲很多好势无遐简单。啊，我甲你讲，加在你拄着我，改变你诶一生。因为我伫遐演讲过，啊，有80个人有写心得。爱注意啥？注意啥？我一条甲伊讲。啊，伊就足感动啊嘛，因为伊的朋友较敖嘛，无人伫遐讲过啊。讲安尼300人的场，安尼很多个真好，足少的。哎，一间接展现他的表白。无啦，我拢朋友收听啦。好。啊，结果啊吼，我就想讲，送佛送到西啦。哦，咱若讲干那开嘴尔吼，啊，都嘴唇皮啊蒙宽带，安尼无啥意思。所以你亲身个很丢。迄天早起，我人搁伫新店伫学西班牙文。啊！你莫甲我考试，我足久无学啊！好，不，我袂甲你考试。我下课，你讲话讲较紧嘞。西班牙文，西班牙文。啊！我下课我就随包车吼，拼去伊这场演讲的现场。啊！我坐第一排，啊边啊就坐因厝内人，因厝内人迄间去。你应该是去干事的吧？我甲你讲啊，你做有够无？我
我都因厝的人三个有去，我印象够足深的、嗯。啊，其中两个坐袂掉，两个够抓出去。哦，啊，我是坐专停的啦。哎、欸，你有当时也唔免只坦白的。厝内面的人都坐袂掉，你唔忙去四百个坐会掉。啊，是嘞，迄四百个拢坐有掉。啊，因为厝内人有诶较细汉，无啊多啦。迄若换阵我细汉，我嘛坐袂掉。啊，迄间阁有一个足趣味诶，就是现场吼、喔、有卖伊诶册。嗯。啊，你若有买一本册，阁送一张抽奖券，伊家己阁传小礼物。嗯。啊，我就想讲，咱都送佛送到西人来个家吼，落底下银多阁一千块，咱甲买三本。嗯。啊，伊三张。敢那拢有抽到我，啊！我伊第二本抽我的时阵，佫阿问讲：啊，你第一本都有抽到你啊？啊，你要放弃无？我讲袂喏，你上好后一本人佫抽我，我三个我拢要来。结果真正拢抽到你，三个人拢抽到我。这你、欸、这我的福分嘛，我想爱本人。这人哪有看到啦？算讲你有心啦。是啊，好包抢到第一排。哎、欸，你看到他到现场，你有没有很感动？嗯。然后有点紧张，对吧？他就坐第一排，对对对，来干些，想讲哦，这有做，这有做啊。对，所以他提供你的建议、嗯，你觉得都是在现场真的都很有用。嗯，很有用，很有用。因为我也没有讲过那么大场的，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嗯、我看到人很多会很紧张、嗯。然后他就先帮我做好很多心理准备。嗯哼哼哼，那我们的培云跟两位是怎么认识？也是脸书，一开始应该算是嘛是脸书啦，但、就是讲就是因为常常看杨医师的文章嘛，看伊就跟他下来，那大炮安尼啊。较早较早，今麦无啊，今麦有收啦哈，今麦拢成个满满发气充满。好，你想好。那、后来就是讲。因为拢是算是有看因的文章，然后算是连友安尼无熟悉，啊其实是无熟悉。啊，有一间应该是2019年，迄时阵伫一个咖啡店，嗯，然后迄时阵杨医师有一个迄个讲座哈，啊我伫坐伫台下安尼，啊可能迄时阵我问了一个最重要的好问题安尼吼，啊可能因为安尼杨医师对我有印象安尼，嗯，你问什么问题？你甲问讲你为什么这么调皮？你也记得吗？我也记得。我哎，我买给你，我要弄一下你推荐去。哎、欸，没事，跟你做朋友呢。你这样记，这记忆力这么好，我们再扣分吗？没有没有。你讲后摆来上节目讲，哎，陈亚兰吼，一直跟我开玩笑。来，你也记得，你来你讲。哦，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差啊，好啊，因为出差了后，就常常拄到出版社哦，也邀请你讲，哎、欸，刚才要帮咱写推荐序啊，还是讲挂名推荐、嗯？啊，我那时候就有一种困扰，就是讲。我哪知影我推荐的这本册，吼，册的内容会当看啦。啊，不过这作者的人品安怎，我哪会知？嗯，啊，若是有人因为相信我，啊，顺续的相信迄个我推荐的迄个人，啊，伊若是改招出去，改唔来骗什么蛙哥，哇，安尼我真正对不起相信我的人哦。责任重大。嘿嘿嘿，啊，我就是请教杨医师这个问题，讲爱哪去筛选，讲安怎的作品你会当去帮人推荐的呢？嗯，你安那回答？迄天伊有出席，对我来讲意义足重要的。哦，这都是因为我想拿我的册邀请一下推荐去。嗯嗯嗯。我感觉这种人交朋友交真的啦。嗯嗯。啊，你啊坐伫上后排吼，嗯，哦啊，干那甲我握一个手，表示讲你有来吼。嗯。这都是交较浅啦。哎、欸，他嘛是半工资的，你哪安尼讲？对啊，我也是讲我讲。只是不想出风头而已啊，可能进人就是坐在后面的那一个啊，对啊。哇，你安尼讲是无理啦。是啊。所以我已经跟你回答，我愈讲愈闹亏。因为我嘛是会半工资。有啦，有去时咱都爱足感谢。是啊。啊，总是我坐到第一排吼、喔，啊，伫迄个 Q&A 的时阵啊，佮大声野唱，我印象就特别深啦。是。我是感觉讲，伊若安尼吼。我甲开嘴拜托吼，安尼我这个推荐序偷看会丢啦。安静是龙少明，是我自己想的，最厉害。哎，那我要想，我就写点点接三碗汤。对不对？那就好哎，对吧？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点点接三碗汤啦。是是是。好，所以哎、欸，但是这个我，但是我这个书名在日本就不会卖啦。
有其实咱都爱足感谢啦。啊，总是我坐到第一排吼，啊，伫迄个 Q&A 的时阵啊，佮大声野手，我印象就特别深啦。我是感觉讲，伊若安尼吼，我甲开嘴拜托吼，安尼我即个推荐序偷卡会丢啦。嗯哦，所以当时你还没有请他写过推荐信、啊，是因为他去听你的，有一個对对对，啊，给你举手发问，接起来，好好好，啊，伊问这个问题，伊这个问题足好诶，伊这个问题等于讲，我的思考是讲，所以咱替人写推荐信吼，人品跟内容啊，等于是人品比内容更加重要。所以基本上这个人啊，我较爱讲年纪较大的人写推荐信，因为啥，咱未使讲开玩笑讲不求在人世。用这个年龄的来看来讲，几率的问题啊，伊要出大事的机会较少啊，所以我足侪拢写八十几岁。啊，八十几岁不是讲因为因特别做先生吼，是因为因拍拼几世人啊，要变无好嘛，无遐简单呐。啊，你那个二十几岁人叫我给因挂保证哦，这就世事难料。是哦，世事如棋，局局新。对对对，啊，所以你就甲伊讲写较侪岁。卡卡好势，我以前我可能以前我无迄个智慧，安尼甲伊分享。以前啊嘛，可能啊无甲一百个人，这是我累积甲一个程度，才有这个感悟啦。所以是安那，我这本册我写巴菲特跟蒙格，蒙格已经做神啊，巴菲特嘛老啊未白头老，啊写伊咪就安全的啦。啊，当然以前啊，我是甲培训讲，这是安尼啦，那伊的内容也是真好吼。啊，这个人品目前也是不可考。咱去这个一寡判决书吼，真正查无这个人，伊都无犯罪嘛。啊，咱良心就会交代啊。啊，除非你讲你即马这个人，你已经查到判决书啊。啊，你计无看，吼，你为着有当时啊，有个人推荐去稿费较欠予人。吼，你看伊包钱，你就参参共推荐，啊，这你良心就未过关啦。啊，那是真正判决书无，啊，伊内容未歹，你甲写，其实你无代志啦。啊，这个人那是真正。做恶做毒，徛背落靠，欺骗社会的时阵，咱就是要改割袍断义，咱有这个勇气改割袍断义，甚至咱脸书都改封锁嘛，不要紧。啊，阿伯，跑路尾拢会登着呢。基本上也是行歹道，啊，咱行正道都较袂。磁场就不一样，一个画一条线，一个画一条线，吼，咱就去餐厅的包厢，咱就可以看袂着啦。真的作家蛮有趣的哈，尤其三位都是畅销作家，恁互相敢袂眼红啦、啊，或者是讲，通常那是眼红，咱三个应该无在了坐做伙啦。其实因两个拢是我的先輩，因出册拢比我较早。那培云出的册上侪本，我甲晋人加起来数量啊，差不多等于培云晋人吼，伊是吼。等一下啊，晋人有在问号哦。无吧，光两本，两本，一个绘本啊，啊个翻译啊。哎，不是。哎，超贵啊！是，其实吼，伊拢客气啦。其实阮三个，你若讲论销量来讲啊，上侪唔是我啊。啊，我虽然人生露营三十刷吼，是差不多有超过三万本。啊，这版税是100%全部捐出去，这个连我一个告诉啦。你是富二代关系哦，医生也不爱做，然后版税又捐出去，啊，你那有钱通啊过日子哈？我甲你回答之前吼，我先讲伊。好好。伊的顶一本册吼，或者安静是一种超能力，今天无伫现场。有，他这边有写的，安静，是种超能力的作者。然后他现在出的这本书叫做《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卖给现在这个金气息安尼。好啊，伊的这个安静是种超能力，还做日本版的时阵啊，引起日本人的抢购，在日本销售180,000册。哦，我都去有拍到了嘛。所以我虽然表面上甲当作小买，内心上甲当作大字。我30,000本，18,000本，对啊，我要跟人讲啥？啊，咱讲公灯啊，版税，公灯啊，钱我未使逃避你的问题嘛。当然，我有人来讲，啊，你是不是讲老伯啊有在赚啊？啊，你都享受老伯啊的这个金额吼。做公啊，馈赠哈，做公啊，善，对对对，善啊。是，这是阮爸是安尼啦，因为伊吼放弃伊继承的权利啦，所以阮阿公的房地产伊一块拢无爱。伊拢和其他阮的叔伯啊，两个去分啊，两三个去分，伊拢买。啊，所以这是一个身教嘛。啊，所以伊对我来讲吼，伊其实几当前，伫阮台中的主治病院吼，迄阵啊状况就无好，就是
肺积水个肺炎呐、啊，嗯、差不多要插管啊，上了又搞好病房，你说民患哦，血氧滴滴落落，啊，住伫医书遐插管的设备拢准备好啊，我想讲哇，这中闽是真凄惨，咱都下一个愿，咱伫心内下愿讲，阮爸即关熬过吼，伊财产我拢袂滴啊。都无财产啊！伊有财产，伊家己谈；做医生，伊家己谈。伊是无做善，伊有财产啊！啊，我就希望讲，伊只管熬过，伊即世人谈的一箍银，我拢无爱。我拢管好社会，分年赠与社会啦。因为我爱个甲饲甲照顾嘛，做一摆管出去，迄嘛是开大支票嘛。不做听着啊！要死我，血氧水转来，我想讲，这为什么讲伤紧？迄阵啊，心内就是足复杂的想法，足冲击的吼。上冲下洗，你爱开玩笑，伊无差得讲，这种事情，即哪讲，阮小妹也是无爱上电视，伊那让我两个小妹拢会当做证，啊伊都无差讲，都面都无翻咯，嘛无翻白，啊都翻即个人，等来人肉色对，啊都到达过关，应该断伊两礼拜，我那有顺势出院啦，不过伊了个过三四天，就变做必须终身洗肾的病人。伊就是几摆呢，当病吼，有志有影响着。咱即摆咧讲，你既然无继承财产，啊，佫无爱做医生啊，你的钱是去抢来吓？啊，佫对啊，佫甚物甚物看那读册啥读书心得啊，你佫会互伊甚物？上人礼物，上人酒啦吼，上人几头的册，还是上人长荣的里程数？你钱对倒来哈？啊、是你嘛是诈骗集团，这其实我差不多十当前就想讲，我若无爱做医生的时阵，我的收入要怎有稳定的来源呐吼？伊怎啊？老实讲，我有去学安怎看财务报表。啊，讲上白就是讲，你若真正有这个功夫吼，财务报表弹出来，这间教学的人，大家人拢看无啥有，后摆掠无一个大开啊。我大概看我就知影讲啊，这间去用低估啊啦，这间是会买起的，咱买都要点点啊买。你若敲锣打鼓，大概对咧买介绍就悬啊，你的成本就太悬了嘛。咱买咱就点点，点点开始领股仔囝，等甲大家拢发现啊，股价就起来啊。咱可能就是过两档、三档、六档卖掉，卖掉当就翻倍啦。因为拄仔咧讲什么巴菲特啥，讲这内底车拢总是钱哦，你投资有数就对啦。啊，落尾愈来愈保守啦。有当你若看唔到一摆吼，看到两摆都爱了落。所以我才去想讲有更加安全的投资的方式无，拢有写伫这本册内底。就是教人买全世界。上面有做买全世界。有一种股票在台湾都会当买，伊直接买 ETF 大范围 ETF， ETF 爱撸大范围吼，撸好。像美国有一间叫做 VTI 吼，你买一支就是美国4000间股票，市值最大的公司。哎，刚下台去，啊台湾呢？你若干那买台湾吼，台湾你看好你的市值占全世界2%尔。所以你若干那买台湾，未输买一间厝在南投的德山啦。哦，了解。但投资在分散风险、分散业种嘛。你若买头先讲 VTI 还是买美国？你若买 VT 吼，还是全世界9000间公司市值上大，你拢买有着。你就是固定的买欠咧欠咧安尼。十年一定会翻倍啦，20年翻4倍啦。你这阮这段拢有录影起来。录影起来。一定拢有翻倍啊！绝对翻倍啦。真人。从刚刚我们一直都在听杨医师在讲，他什么话题都能侃侃而谈啊，你是安静是种超能力，你要点点啊发光就对了啦。你这为什么会出这些书，什么安静就是超能力，还是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这看你这标题的知道你应该是一个较点的人。我就是从小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也都是他们在讲话，我在旁边听，就旁边听旁边笑，对，这样就很快乐，这样就很快乐。但是你那个超能力呢？就是很多内向者的优点是没有被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很擅长倾听，我们比较常于做
长期的策略，然后我们比较善于风险管理、风险分析，但是别人看我们都觉得说啊，怎么没有那么外向，没有那么阳光，或者是啊，你都整天好像在担心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情这样。所以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这个书名是自己想的吗？不假装也闪闪发光。安静是种超能力是我自己想的。这厉害，真的。那我要想，我就写点点接三万块。对不对？那就好哎，对吧？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点点接三万块啦。是是是。好，所以哎，但是这个我，但是我这个书名在日本就不会卖了。那你看那个，因为杨医师，也好像我听他，听说他自费去演讲，好几百场，你也信不信不？没哈，收掉了吧？不敢开机，不敢开机。然后他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花钱，然后到处跑就算了。他那时候还讲到一直咳嗽，对不对？身体变得很不好。然后他妈妈也很反对，就是你又要花钱花时间，然后又弄到自己身体也很痛苦，然后家里人又一直骂。我觉得不管里面发生任何一个，我都不会继续下去。你说我甘愿在厝里困？对啊，对。那培宇呢？也知道他自费这件事情吗？哇，可能第一呢，中间一半，就是可能会出去佚佗啦。你有去听他演讲吗？迄时阵我跟活在一个，我搁伫活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更唔知啊，迄个杨医师的迄个壮举。十几当前啊，十一当前啊。哦，是十一当前哦，我少年人，开钱拢嘛未听。那我甲你讲，这两对你帮助会较大。这个可能还好而已。我等于做派人啊。是，你就阿伯卖找杨医师，因为对方拢伊咧讲啊，对吧？听说你就是自费去反核宣传反核理念。讲反核，你较敏感啦。其实我第一很流行讲吼，反核永和。公民如何思辨做抉择？啊，就那么思辨嘛，好道理。啊，我去遐个买核电的车，啊，反核的车拢买送人安尼，算两种立场的车，咱拢有买送人。基本上我的立场就是讲，这公共议题吼，只要主办单位伊肯出场地吼，我出人嘛，就是车尾交通你免甲我准备啦。有的单位就是。自己已经编列预算了，我没给他提，变成很难销账。我给他提，我就给他注文说，你这条钱我就买几本书，后一场我就捐出来，把事情做好完满。基本上他是制作我的麻烦。在节目我就跟他说，在现场我不敢说。人钱要给他说再制作他的麻烦。因为我的宗旨就是我不给你提嘛，像我去美国啊，我也跟他说，你机票不用给他打啦。我自己要买，我的原因不是说我要坐商务舱，我拍摄给你们出，我坐商务舱不是因为我笑呀，因为我落飞机我的体力就可以随讲，我是自我要求比较高。你刚刚坐商务舱不是要看空中小姐？没啦，都没见过了，不知道这样。好，开玩笑开玩笑。请问呢，培云，就是好像对你们来讲上台演讲啊，或者是手拿笔啊，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那因为面对遐侪人啊，有时候我也演讲过啊，但是因为我是公众人物嘛，我也上过台。那可是很多人想说，要上台去表达。因为当时看到诶，我咧哈戏啊，杜姑诶啊，就是那个尖锐哇。哇。对啊，有没有在心理学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就是讲啊，卡一个卡核心的，是讲你要唤起我们跟观众之间的一个连结，就是让他们会有一种，咱是同一个世界的人。譬如讲，咱是你对倒位来的，我是高雄人，现场敢有高雄人，那不就是讲，你读过什么学校？对我嘛，对一间学校毕业的，那不就是更深入一点，就是讲，咱吃过同款的苦。然后过同款的目屎，就取得共鸣就对了。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
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啦，吼，就是干嘛讲哦，让有一种熟悉感，啊，而且这种熟悉感嘛，也让好人干嘛讲，哎，对你很有好感，嘿，就是咱感觉世界的人安尼。就是，这套我足同意的啦。嗯，这嘛一个撇步啦吼。你若伫台北市演讲的人吼，你演讲一开始就问现场讲吼，来，今仔坐捷运来，人请举手。哦，差不多七成的举手嘛。啊，那坐 Uber 来，人举手。啊，够两成的人举手。啊，剩的拄啊无举手，即摆举手。啊，有诶会困嘛，有诶会举手。你卖无拄袂讲，啊，你毋是坐捷运，佮毋是坐 Uber， 你是安怎来？啊，我散步来。地主嘛，啊伊咧困咧，啊困咧，咱就卖个交叉，哦，看卖得势哩，咱来做恶梦，偌做咱咧。啊，那滑手机的咧？滑手机基本上哦，这筛选听众嘛是一种学问啦，所以我家己的车独有会吼，我无开放给人自由入场，你爱买门票才会当入来，你爱开一千块，我无爱送你车，啊你才会当入来，啊这都拢好卡嘛，因为咱可以五千块以上的。地色的八万可以，唔拿啦，以你的经验，对不？唔拿这五千块啦。是是是。哎，那个进人，那个你一个什么呀？杨医师给你改，你去面对那四百个观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他教你的教了你什么？还是你问那别记？还哥叫杨医师给你提醒，你记得吗？啊，你真正没记呀？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是，我真的是紧张到我脑筋完全空白，然后他又坐在第一排，我就一直很怕他就是面露不悦或者是想睡觉，然后我就很真的是从头到尾如坐针毡。你讲惊无？伊讲伊惊我对伊失望啊，因为迄是伊第一本册，啊，迄场讲座阁是等于讲出册差不多足短的时间到迄场讲座啊。所以对伊来讲，还是一个较陌生的经验。但是会后我拢改欧乐啦。我拢改讲你场讲啊足好诶。伊阁找伊无同的朋友吼，男男女女吼，啊，拢伫不同的时段去你介支援、介对谈创啥。啊，我改讲，这两对你帮助会较大。啊，这个可能还好而已。我等于做歹人啦。是，啊，你着阿摆卖找杨医师，因为对人拢伊咧讲啊，对吧？因为你太内向了。听说你去美国读书有比较改善你那个内向的心态吗？应该是说我到美国之后才觉得说内向是需要改的事情。我在台湾就觉得也还好，就是你在教室里面坐着，就是成绩好的话，老师也不会太要求你干嘛。但是去美国的时候，他们打分数有很大，好像30%是要看你每堂课数你举手几次，讲话几次，我觉得那个就很痛苦，所以希望你主动就对了，希望主动，然后问问题，甚至批评人家啊，那个就不是我们会做的事情啊。那我觉得我也是内向那一挂的，对吧？所以很痛苦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觉得说原来我这个个性好像是真的需要改的，但是后来又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是什么文化会让我觉得我想要改变，我需要改我自己，因为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都有优点有缺点嘛。可是我后来就觉得说有没有办法让我自己本来的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好，不一定要我自己变成什么样子的人。对对对，不要强迫自己改变，从你的原本既定的，然后把它发光发亮。对对对，就像你说不卖给谁买，让闪闪发光，是吧？你这本真正是写这个艺术的其中，做自己，就是、然后把优点放大。对对对对对，这本主要是在讲冒牌者经验啊，就是冒牌者是一种会处于自我怀疑的状态，觉得我不够好，我不配，然后不管是什么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个都是运气好啊，都是别人帮忙，都不是我自己努力应得的。那个叫冒牌者，冒牌者症候群。对，就好像别人看我是一个很光鲜亮丽，可是我自己知道我没有那么好，我真的不够好这样子。那这中间的落差就会让人很痛苦。对，所以这本书就在写说用什么方法来克服这样子的痛苦，然后渐渐可以拥抱自己的好，然后让自己不用戴着面具也可以闪闪发光。那当然很推荐大家去买这本书，就是怎么样突破，让自己更好。
但是哪还没付款哎，那就先请教培云。如果真的对自己要求标准很高的话，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啊，做不好干脆不要做，那长期下来容易引发什么样的问题？其实这题心理学上对人讲的是用完美主义嘛，对吧？吼，就是希望大家让一百分。不过完美主义其实，在常年的心理学研究都发现，它其实是一种自我毁灭力很强的一种价值观，好，那也是一种性格的倾向。因为你会当想哦，就是讲，一个人那时候无限上纲，讲要家己更加好，更加好，伊可能会牺牲家己的健康嘛，对不？那而且伊嘛会去甲家己讲，扛别人比较，产生很多那种嫉妒哈、怨恨的情绪。那另外就是讲，其实完美主义它也是一种心理防卫啦，哈。好，对外得细分切主题啦，哈。好。马无伫现场，哦，马无伫现场，吼，不要紧，你先讲者，我再来背。就是讲吼，伊就是足惊别人看到家己不够好，可能我是不是有一些缺点，我不够完美嘛，惊人知。这个跟原生家庭会有关系吗？哦，可能啊，因为可能伊的爸爸妈妈对伊就是讲，你细汉时阵就爱考一百分，奖几分没当，就爱互人拍安尼，可能伊就会内化。属于父母、属于社会迄种价值观，干嘛讲家己一定爱一百分啊，就完美安尼开会当，对，哦，哎，放下。放下，我当时也唔好甲别别想安，好，在放下的同时，我们下一集很精彩。下一集呢，杨医师就不放下，好，他要挑战更高，伊要甲咱做戏呢，好，然后一见你搞见人敌的旁边。会有荨麻疹吗？如果荨麻疹的话，培云要怎么解决呢？我相信在后一集会更加精彩啊！今天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竹公阿弟硬土豆林”，因为真深。哦，你无法度安尼一声都拢总安念出来，哎，一粒啊，一粒啊，念啊、哦，这艺术的代表啥呢？叫做一粒一，一粒一粒啊，念一粒一，就是朋友的交情足好诶，哦，就是很深交啊，然后很聊得来，很低气，所以人讲这就叫做一粒一。